像他这样有钱的人啊，这样在传统事业那么成功的人，他都要哦。所以如果各位朋友你是还没有他这个 level 的话呢，你是不是更加要把握这个机会啊？那如果你是跟他同等 level 的话啊，其实这个就是他已经看到的东西，我们就借助他的眼光就可以去实现啊我们要实现的东西了，对不对？